外交活动上，驻美代表于大磊时常和夫人联袂显身。无论是就职泽会还是端午泽活动，总能看见两人身影。只不过才派驻到美国半年的于代表，却被爆料跟太太一起花公帑过奢华生活。根据一份今年的公文，上头提及两年前采购的公务车因频繁故障，再加上疫后访团增加，为配合公务需要，盼能替换车辆。而住处打算购买的是今年新出款的七人座名车，看看官网上的介绍，一台要价近400万。而且爆料者更指出，除了换车外，为布置新家，地毯沙发还有咖啡机，要价不菲，零零总总也要200多万。另外，连日常生活用品像牙刷都要爆账，光是官邸整修则花掉800多万。开上任拿到这个权力，就大手大脚的花国家的公帑，不宜吧？他要都要讲清楚。但于大磊被指控的还有夫人耍官威，像是搭公务车四处去采购，把公务员当下人使唤，甚至是全家人一块搭公务车出游等。此次采购均依政府相关规定及程序办理，外交部及驻外管处将虚心接受各界的意见，持续检讨精进。目前担任驻美代表的于大磊可说是资深外交官，去年还曾陪同时任副总统的赖清德出访巴拉圭。我们去南美洲或中南美出访，以往都会安排在美国过境。摊开他的经历，更是派驻过不少地方。原本去年九月派驻欧盟，却因萧美琴返国参选，短短三个月就转驻美国。这回在美国惹争议，还被质疑萧美琴名义报公账，也难怪总统发声已请行政院及外交部了解实情，并指示依规定处理。TVBS 新闻董俊串柔台报道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